第四季播出后，在网上话题不断，近日姐姐们组队表演，徐怀钰疑似因练习时间不够，所以在公演时频频发生偷瞄队员的不专业动作，甚至传出和贾静雯发生纠纷，也在网上引起不少批评，认为他拖累团队表现，和以前记忆中的徐怀钰不同。但没想到饱受批评的他却意外赢得了高人气，在节目日前举办的一个人气解锁百万直播活动中得到超高票数，光在15日上午他就已经获得超过727万人推荐，是同组队员贾静雯的六倍，更在所有姐姐中占据第四名，仅输给美依礼芽、谢娜还有 Ella。 不少粉丝则纷纷留言表示，虽然对上次公演很失望，但还是期待徐怀钰未来有更精彩的表现啊。